然后就有点就是小感冒这样子，所以就是我有可能会破音，有时候会比较高一点。如果破的话就算了，好不好？大家就是当做什么都没听到啊，一笑置之就好了啊。好，来，可以笑没关系哈。笑起来。你要先等我破音，你不能先笑。刻意就好不好？太恶心这样子啊！哦